建筑外观，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，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19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塔，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。